2012年台北国际礼品暨文具展将于4月19号到22号在世贸易馆登场。今年展览规模刷新近年的记录，总计有448家厂商参展，使用617个摊位，并有来自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、中国大陆等海外厂商参展，并首度规划汇集文创特色，以发展出高档品牌及设计师的时尚艺廊区，以及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发展授权礼品的品牌授权区，预计将成为新的展览亮点。而今年的展出重点将朝向创意精品化、客制化，众多超夯的商品绝对让买家流连忘返。因应日趋多元化的送礼潮流，展览期间同时举办的还有首届的台湾伴手礼名品展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家厂商使用近300个摊位，展出内容从食品、纪念品、生活用品和包装设计服务等包罗万象，呈现台湾厂商的多元化和精致度。主办单位外贸协会另外于展览期间安排了研讨会、人气商品票选、采购洽谈会等活动，邀请您共同来参与，一同感受引领未来创意趋势的脉动。